有办法了，愿望之宝，我希望有1000万个数字零铸成数字黑洞，送走外星人。终极愿望如你所愿。之后你还问我为什么？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，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？数学荒岛，我们来喽。这次我要把我珍藏的999块镜子都带过来，还有卡布们。大老祖，代码已经编写好了。很好，回到原码世界后用最好的小鱼干为你庆祝。喂，烟城猫，烟城猫，怎么回事？喂，听到了吗？听到吗？不好，飞船被撞坏了！哎呀哎呀！罗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？好担心呢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球了啊！刚刚是什么东西撞我呀？是他？我是变成猫，你们居然用这个东西袭击我！哼，快陪我飞船！什么？明明是你的飞船撞到了我们，快陪我飞船！我们又能实现任何愿望，能实现任何愿望。爸爸，快许愿，把我们的卡布从数学荒岛接过来。
什么情况？刚刚他投射出来的编码是乱码，已经不能使用了。那我的卡布不能来了吗？不要啊！还有我的卡布。哎，你们先别哭，让我想想办法好吗？我能不能回原码世界就看你了。你们慢慢哭吧，我先走了。这个好累呀，怎么办呢？我不管，我只要卡布，我只要卡布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明天一定会把卡布送到你们身边。那我们明天就等你的好消息啦。要不要 Q？ 我去哪里弄三个卡布给他们呢？想到了，我们可以做三个一模一样的智能卡布给他们。马上行动吧！他若能做出智能卡布，或许有修复愿望之马的信息。终于完成了。妈妈，我们走了。跟上去看看。罗克，你真的把卡布带来了吗？算是吧。快让我们看看。这是我跟 UBRQ 一起做的智能卡布。我们的卡布是这样的吗？虽然设计图是我画的，但是负责制作的是 UBRQ。他们跟你的设计图一模一样呢。我让卡布跳一支舞给你们看吧。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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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卡布，愿望之马还给我们。什么情况？这些是智能卡布的数据源代码。还有卡布追，卡布卷，卡布追，还有卡布棒，变成鸟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，变成鸟数学棒，卡布战神器，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追，变成鸟数学棒，卡布喵喵喵，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追，卡布圆，卡布追，还有卡布棒，数学棒变成鸟，万能的工具。他在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好了，卡布，好可爱呀！跟之前
来完全不一样了呢。你刚刚做了什么？我按照愿望之马的提示为他们重新进行了编程。看来这只猫还是挺厉害的。这只是我们原马世界的基础知识罢了，但你们可能就一点都不懂了。编程跟数学有一定的关系，怎么就不懂了？是吗？那你知道什么是二进制吗？当然知道了。有比亚 Q。 在计算机系统的信息中都只用两个数值来储存，那就是零和一。早期计算机是以电晶体管的开关状态来表示数值，开代表一，关代表零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称计算机系统为二进制系统，它的基数为二。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，借位规则是借一当二。是有点知识，不过跟我的比起来还差得远呢。我才不会输给你呢。那我们走着瞧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二进制是计算技术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数制，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，它的基数为二，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。比如十进制中，一个桶里有十根筷子，就把筷子拿走，并在下一进位桶放入一根筷子，表示十。那么二进制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每当桶里有两根筷子，就像十位进一，以此类推。小朋友们明白了吗？最古老计算机里有一个个灯泡，二进制则是一个灯泡开关，用开来表示一，关来表示零，很有趣吧？怎么看我的卡布都和我一样漂亮？卡布卡布，以后你就叫卡布追吧。我们去玩旋转木马好吗？卡布，那你是不是叫卡布方呢？卡布。现在漂亮多了。卡布。那我就叫你卡布球吧。卡布。我们去找大家玩吧。呱呱，小乔，不如我们去玩捉迷藏吧。好啊。卡布。把愿望之马交出来。它是我捡到的。你是失主吗？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呢。我叫罗克，愿望之马是数学荒岛的宝物，不是你个人可以拥有的。虽然你帮助了卡布，但是愿望之马还是要物归原主的。你们知道要怎么修复它吗？不如给我，让我来想办法吧。为什么要相信你？都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野猫。什么野猫？都说了我是编程猫，来自原马世界。原马世界？对，原马世界是一个充满高科技的智能世界。国王。这不是拿走愿望之马的那只猫吗？哼，加减乘除，把愿望之马抢回来。是国王。你们星球的人就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吗？追吧。
找到卡布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可真会捉迷藏。会不会躲在摩天轮里了？走，我们过去找找。我怕高。卡布，我来了。真的是紧追不舍呀。别让他跑了，站住。抓住他！好挤呀！快出去！简浩，你卡住我了！楚浩，你抱着我的腿干嘛？拍的不错哦！别跑！不在这里。会不会在上面的车厢呢？不会吧？摩天轮坏了这么久，早就不会动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摩天轮在动？怎么可能？小强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不是，好像真的在动。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是爸爸。你们的体力真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好了，要掉下去了！爸爸，救我！爸爸！花花，我的宝贝女儿在上面！不好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卡布！洛克，快想想办法，快救救我的花花！如果有物体可以先支撑住倾斜的摩天轮就好了。支撑摩天轮的物体吗？啊，交给我吧。我只是借用了愿望之马的能量，升级了这些卡布的能力，所以他们三个卡布可以变成球体、方体、锥体三个不一样的形态，而且大小和数量都不限哦，还可以组合哦。啊，真的吗？卡布！啊，他是怎么了？他可能太担心小强了，所以自己变成了一个长宽两米的板子，但是这有什么用呢？既然这样的话，
尤比亚 Q， 帮我测量一下，如果要做一个滑梯从上面滑下来，那距离有多少米？20米吗？好的，那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做一个滑梯，让他们直接滑下来。好的。这个滑梯的长度是20米，已知每块板长宽为2米，10个2米相加等于20米，所以需要10个长和宽都是2米的板子，拼成一个20米长的滑梯。好。为了安全，还需要做一个波波球池，在滑梯的末端接住他们。明白，交给我吧。变成鸟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。变成鸟数学棒，卡布真神奇。卡布棒，卡布变，还有卡布。卡布棒，卡布行，去吧。卡布喵喵喵。卡布棒，卡布变，还有卡布追。卡布变，卡布追，还有卡布棒。数学棒变成鸟，万能的工具。数学棒变成鸟，卡布喵喵喵。哎呀，我的花花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！哎呀！爸爸！可爱的小猫咪！变成猫，谢谢你救了他们。别客气，不过也要有你的想法，我才知道该怎么做呀。好吧，愿望之马就暂时交给你吧。什么？因为你确实比我们懂得利用它。但是你要留在我们身边，等你把愿望之马修复好，我们再一起回数学荒岛。我为什么要留在你们身边啊？小猫咪，你就和我一起住在皇宫吧。花花，它可不是你的宠物啊。你别多管闲事，反正它是跟定我了。你要问一问别人愿不愿意呀。我才不要跟你们在一起呢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可恶，关在里面太不爽了，气死我了。不爽？不会哦，我很喜欢跟博士挤在一起。鸟哥，你给我闭嘴。小朋友们，猫老祖又来了，这次说什么呢？那就说说本集中出现的加法吧。所谓加法，就是把两个数合起来变成一个数的计算，符号是加号。进行加法时，以加号将个数连接起来。本集中有10个2，就是2+2+2+2+2+2+2+2+2+2等于20。虽然像火车一样长，但很简单哦。但是加的数字有点多，不知道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呢？当然有啊，不过时间关系，以后再说。拜拜。